好，下一题，下一题跟刚才不一样，掉在哪里不一样？变成什么脸？病脸，变成病脸。病脸的时候谁一样？电压一样，一样。要算四欧姆，要算两欧姆，有电阻，你还需要知道电流或者是电压。你要找电流要找电压，谁比较快？有没有容易找？找电流找电压，分进去 ，OK 出来。然后每分钟电池跟刚才一样，总消耗就是总提供。但是有个小小的小问题，有个小小的问题，总消耗就是总提供，但是有个小小的小问题。啊，各位，不错，有没有看到了？然后呢？答案多少 ？OK， 啊，第一个叫做四欧姆，四欧姆，四欧姆哇追嘞，可爱大帅哥，不对，我要找大美女，大美女叫做 The One， 一号 ，The One， 一号。多少？四分之九，四分之九叫做 2.25， 请坐。因为我可能是用有小数点的，不会用分数的。有这一题，这一题有 V 有 R 嘛？因为那个并联的时候，总电压跟分电压都是一样嘛。所以呢，总电压三伏，那个只有一个并联，所以就是四欧姆也是三伏特，两欧姆也是三伏特，对不对？所以它用 V 平方除以 R 嘛，所以带进去嘛，电压都一样嘛，都一样嘛，都三伏特嘛，所以带进去 V 平方除以 R， 三的平方除以四，就是四分之九，二点二五 ，OK。那比照办理嘛，基本上就完全一样嘛，四欧姆会算，两欧姆就会算啦、啊。那刚才也讲过嘛，如果数学好的人，比例很会比的，都是 V 平方除以 R， 就表示功率跟电阻成什么比？反比嘛，用反比也可以做得出来。不过我们就先假设我们数学不好好了，我们就好好乖乖的算，我们不要那个有点感觉像投机取巧的样子。帅哥呢？三十。你多少？二分之九，四点五，请坐。你为什么起来都喜欢讲分数啊？分数比较好听吗？这跟刚才完全一样，就是一样。电压也知道了，就三伏特，电阻就是两欧姆，水往里面带 ，V 平方除以 R， 四分之九，二分之九，所以就是四点五，解决了。好了，最后一个就是每分钟多少？我讲过了，简单的就叫做总消耗就是总提供，对不对？所以四欧姆跟两欧姆加起来就是电池的提供，但是有个小问题，啊哈哈，怎样的小问题？怎样的小问题？可爱大对不起，大美女。大美女五个五十四号，多少？四十五，四点五，四百零五，请说，四百零五，听起来一个很奇怪的数字。总消耗就是总提供。所以刚才的加起来就是 6.75 啊，答案算完错，为什么错？那个叫瓦特，瓦特是一秒钟多少焦？一秒，他问我什么？一分钟啊，所以要怎么办？一分钟有60秒，要去乘以60，乘以60，要乘以60，所以你那个 6.75 是一秒钟 6.75， 但是它有60秒，乘以60。这个这里就是第一个，就是我刚刚跟你讲过的，以后人家要我算能量的时候，其实我不是带以前的公式去算什么 ITV 啊什么来做的，我都是算功率，然后功率算完之后再乘以时间，再乘以时间，
所以刚才用功率乘时间得到我的能量。然后注意，时间用的是什么单位？秒钟。这里用的什么？叫做分钟。所以我必须要再乘以60，所以60就这些，就是要注意这个事情。好，不要就直接把它加起来就原始答案了。6.75就答案，不是6.75是一秒钟的，啊，你有60秒，你有60秒，不是要加什么小问题 ？OK， 这个是另外一个简单的练习。前面有一个是串联，然后现在改成一个并联，让各位练习一下串联跟并联的那个状况 ，OK 吗 ？OK， 很好。